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 UIS 1205A 电容检测模块。首先是我们的产品牌号 UIS 1205A。产品的 SN 编码、电源及通信控制端口、信号检测端口以及旋钮模式调节端口。 UIS 1205A 产品连接需要用到2502网关。UIS 1205A 电容检测模块、电压转换模块、标配线缆、网关连接线缆、立特线。接下来，我为大家介绍 UIS 1205A 产品如何连接。第一步，将标配线缆与 UIS 1205A 进行连接。第二步，将 UIS 1205A 与电压转换模块连接。因为 1205A 产品为5伏供电，所以将红黑线插入相应的5伏供电接口。将 1205A 的 CAN 信号线插入 CAN 接口。第三步，将电缆连接线与网关进行连接。第四步，将立特线与网关进行连接。第五步，将立特线的 USB 端口与电脑相连。第六步，将传感线的信号检测线接入。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 UIS 1205A 的连接。接下来，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UIS 1205A 产品的使用。首先，对产品进行上电，可以看到这边指示灯有闪烁，这表示运动控制器上电正常。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软件去查找它。我们的1205产品默认站点为100号 ，CAN 比特率为500，可以通过我们的软件进行查询。这边查询到我们的1205产品站点号为100，型号为 UM1201。部件版本号为1501。我们看到这里使用的串口为4，之后通过 DOS 界面对它进行操作，选择中文操作方式回车，然后之前占用的 COM 串口是 COM4， 波特率为9600，输入 GRE 对站点进行注册。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为100号的站点。现在查询我们的 POS 值， POS 值是代表它的绝对容值， STP 值为去皮容值，为当前绝对容值减去上电复位时的绝对容值。如果出现负数，我们这边仍然显示0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输入 PMB， 对低档位阈值 PMB 进行查询。低档位对应的 S1 信号输出，对应的 S1 信号输出，检测到 STP 值过低档位阈值的话， S1 会有一个低电平输出。输入 PMD 查询高档位阈值， PMD 为高档位。当 STP 值大于高档位阈值的时候， S2 会有一个低电平输出。用手接触一下信号检测端口，可以看到它的指示灯变红。我们查询一下现在的绝对容值，绝对容值为2391，然后查询一下相对容值，相对容值为1555。当我们把 PMD 高阈值设为2000，这样会大于我们的 STP 值1555。可以看到指示灯变绿，
STP 仅大于低阈值，并没有大于高阈值，所以指示灯会变绿。然后可以加我们的低阈值，将低阈值设置为 2000， 可以看到指示灯是不亮的状态，这表示没有信号触发。然后我们将我们的阈值设置完之后，我们要发送 STO 进行一次保存，这样把我们的参数固化进去。之后我们的1205也可以切换为旋钮模式。旋钮模式的时候，我们的 POS 和 STP 值都只为一个参考值，并不为它的实际值。输入 ICF-G1， 1205切换为指令模式。输入 ICF-G0， 这样可以将1205切换到旋钮模式。旋钮模式下，只需调节这边电位器，就可以对它的阈值进行一个调节。UIS 1205A 产品的简单介绍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具体详细的情况请参考我们的说明书。